身有 IP， 但只有你我不会客气。妈，做好了。哇，妈回来了，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吃饭了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妈？出什么事了？妈，你别哭呀，是什么？妈，怎么了，妈？出什么事了啊？哎呀，你们两个要挺住。啊，不是，他家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爸他。不要了，他把我给甩了，他外面有人，他出轨了，妈妈这么大岁数还给甩了，我们没脸见人了。妈，我以为您说什么事儿呢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爸什么人我们太了解了，你就算借他两个胆，他也不敢在外面找人。借他们去啊，离婚这儿妈，你是又怎么激着我爸了？你干什么事了？你们俩周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原来是你爸说离婚的，坚决不同意，这回一说他就说好，就是有小三儿。那抓着现行了吗？你别瞎说，他没抓着现行。那这回也是话赶话的，最后就。一下子就冲动，你知道吗？就离了。所以娜娜，你去找你爸好吧？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让他回来。行，我去找爸。啊、你看着妈。啊，好好。不是，妈。哎，娜娜。爸，您在哪呢？我在 KTV 唱歌呢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来找你。你们俩都多大的岁数了还离婚，那就算是你抓着我爸的现行了，那也不能离婚啊。我爸是什么样的人呀、啊、一直在家里面待着，你一放他到外面花花世界，他还能回得来吗？他回不来了怎么办呀、啊、怎么回事啊？一看你的样我就知道你妈这回老实了吧。您是想吓唬他呀？那你也别真跟他离婚呀。你妈是不是回家哭去了？他都快吓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就他那脾气，这是陈年痼疾了，不给他下点猛药他好不了。你不信，我要是原谅了这回，过不了两天他旧病复发，到时候受的还是我。爸上年纪了，我是真受不了了。你没第三者吧？这也是你妈说的吧？我跟你说，就他这人出点问题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一口咬定就是别人的毛病。跟你说，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找一小三儿小四儿的。我真这话千万别跟你妈说啊。我傻呀。不过你要真想治治他呢，我也同意。因为有的时候我看我妈真是，她想怎么欺负你怎么欺负你，我有时候也很烦她。不过这样啊，她要是有所悔改呢，您差不多也就行了，赶紧回来。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她一个月就改了，那我过个别月我就回去了。可她要三个月还改不好，那我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哎，我就是让她看看，离了我，就那帮上她那按摩的老头，有几个对她是真心的。您真是，您还吃这个醋呢？你他平时老拿这些人挤兑我呀，他现在也知道怀疑我了吧？哎，我就是要让他尝尝被人忽视是什么滋味，嫉妒是什么滋味。那你住哪儿？你姑姑家，放心吧。啊，你跟谁唱那卡拉 OK 呢？同事聚会，平时爸都参加不了，不让去。你还有事吗？没有了。那我就去了。爸也放纵一回，路上留神啊。寿险刚过来。哟，老丁回来了。这嫂子叫你都不回去，怎么着是要革命到底啊？你们以为我怕媳妇儿啊？真是，我那是给她面儿。没错，女人你不能让着她，
一两回还来劲了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就我不回家，我还就不回家了，我看他怎么着。对，看怎么着，玩儿。哎，哥，来，喝，喝痛快了再回去。今天不醉不归啊，不醉不归。对，醉醉。别管我，你刚才已经喝白的了，这就啤的了，还没喝过洋酒呢，你尝尝。你哎，别干呐，这个不是二锅头，这不是啤的，你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姐，那个找着我妈了没有？我爸他怎么说呀？啊？我是好话说尽了，他就是不回来。是啊，你还说没事儿，明白了。哎呀妈！先别急啊，姐，你跟我说，我爸他是不是真的外面有人了？这么样？妈，您跟我爸这事儿能走到这一步？您不能只怪他吧，你也得从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。我不是找了吗？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问题，这话你没跟他说呀？我跟他说了，可他说啊，他这辈子也受够了气了，他打算暂时不原谅你。你就弄得好像是我犯什么错误似的，我还请别人原谅，其实我有什么错呀？那妈，就说您那个针灸馆吧。这天天都去一些什么张大爷、李大爷的，那么多的那老头围着你，你让我爸怎么想？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没别的呀，就是瞎聊个天，逗个闷子。再说了，你说，就你妈这层次的，怎么能看上他们呢？我觉得吧，妈，这个时候呢，最应该跟我爸解释的人是你，你应该现在马上就去找他，跟他好好解释。走走走，我陪你去。哎，现在不行，我爸现在他还在气头上。这样，您这几天呢，就好好反省反省，也让我爸好好冷静冷静。您跟我爸这30年这日子怎么过来了？我爸就忍了您这脾气，忍了30年。要是别的男人，那早就不过了。我爸这已经够好了，所以你要想办法，怎么把他再给追回来。他要再回来了，那您是不是就得改变一下您自己，变得温柔一点，说话别那么大声，别动不动就跟人发脾气，别以为所有的人都得按照您的意思去过日子。我知道，现在我要听的就是，经过你的观察，你就觉得你爸底有人没人？暂时应该没有。行了行了啊。我说挺能喝的嘛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个。谁是吧？哎，这车，车什么？没关系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把他送回家去，你们回去吧。那你们慢点。行行行，你们也慢点啊。好的。啊，等着我们接着喝啊。喝，走。不回家。先，咱先开个房，明天你醒了，咱再回家啊。行吗？行。不知道这是哪儿啊？待会儿再说吧啊！哎，先这样啊，挂了。哟，醒了，快穿上吧。吃早餐去，过了10点人就收了，快点啊！等会儿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忘了，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本来我想打算把你送到你妹妹那儿去，你不去，你说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我就来这儿了呗，你也跟着我来啊？不是，那。昨天晚上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我都记不起来了。哎呦喂，我总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没想到都一个德行啊！我
我什么德行？你说呢？小酸，不开玩笑，咱不开这玩笑。不是，你觉得我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？不是，等会儿我再想想。哎，昨天晚上的事我多少还有点印象啊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昨天咱们喝完了以后出来，你说你送我回来，你说你在你住的旁边再给我开一房间，是这么回事吧？是这么回事啊，我是说我给你开房间啊，可你不去啊，你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不干呢，你哭啊闹啊。啊，我是你这怕什么呀你？你都离了婚了，你怕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？你亲口告诉我的。我连这都说了。当然了，你什么不跟我说呀？哎呦，你怎么这几天？别动！你先闭着眼，我穿上啊，我就穿上，你别看我。看你，我又不是没看你。我紧张看着你。你还笑什么去？就这么可笑的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瞅你出这么多汗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我自己来。我跟你说，小三，那什么，我都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咱们怎么在这？你怎么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也离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要不离，我能这样吗？我不是成小三了吗？打住！别！哎呦，离我远一点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人做人可是有底线的，有原则的。是。哎呦，压住我了！哎，压住我了！你等会儿。没事，你说。我不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，你先，我先走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先在这等会儿。是，那你吃完早饭呢？不，你在这儿早饭吗？你废的，就你着什么急？哎，你把衣服穿好了再走。我出去穿。哎呦喂！哎呦，你看手都扎青了，疼吗？不疼。哟，彤彤，这么勇敢呀、啊！爸接个电话啊，马上就回来。老林，这个钱的事儿，怎么样了？老吴，真不是哥们儿不帮你，我提前才知道，我那败家娘们儿把钱都放在股市了。这不是股市最近不好吗？要不你再问问老钱老孙啊。没事，我自己再想办法吧。金大夫，彤彤呼吸困难，快过来帮忙。老公呢？快点。我真觉得没脸见你，真的，我现在心里特乱。咱俩最好先暂时别说话了，抱歉啊。怎么了？你至于吗你啊？回来，回。花姐吗？啊，我是孙文娟，那个什么，我有事想跟你谈谈，可以吗？喝点水。好，谢谢。老金让你来的是吧？是，就知道肯定是他让你来的。他今天上班了吗？上了。他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？有啊，他跟你说我们家事儿了。说了。你跟他共事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了解他。你说你要有本事，你就一横到底啊！你横完了，你就怂了，又服软了。
就派你过来，你整这一出干嘛？你这样的话，我就更瞧不起他。他没找我来说情。姐，你们离婚了？他跟你说的？他告诉我们离婚了？姐，你别难受啊。咱们俩呢也认识好多年呢，你也对我挺好的，所以今天呢我有什么说什么，好不好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看在眼里，老金是一特别好的人，可是你没有珍惜他，你老欺负他。我也不珍惜啊，我没有欺负他，我嘴不太好，有时候太狠了对他，但是我真是爱他呀。我可是人家现在不爱你了呀。那你说他不爱我了？姐，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跟老金在一个办公室都这么多年了，我刚见着他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他了，可是你们俩结着婚呢，我不能。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俩就正式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在一起了？我们恋爱了，昨天晚上住在一起了。瞎说，怎么可能呢？那怎么可能？不要！姐姐，你给我看一眼。不是，哎呀！姐，你别难受，千万别难受。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呢，从今以后，我觉得你们俩最好不要再联系了。那怎么姐？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，不用给我介绍了。你插足谁不行？你插足我的婚姻。姐，我没有插足。你还说没插足？没有。不是，你们俩离了婚以后我们才在一起的。离婚以后谁真离了？我没有，这我俩一时冲动，我话赶话早的离了。那我俩还要，哎呀，姐，你别难受啊，已经这样了啊。哎呀，你啊，你赶紧走吧。啊，好的。千万别难受。金志扬，金大夫怎么样？突发性的呼吸不畅，现在暂时没事了。不过像彤彤这样先天性的视间隔缺损，当时你们救治也不够及时，心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必须得赶紧手术，要不然以后这种情况也会越来越多。妈，是我，这两天就尽快把房子挂出去卖了吧，彤彤的病不能再拖了，必须手术。我还没筹到钱。你别急，妈妈今天就去找中介，只要价钱合适，妈妈赶紧出手。等妈卖了房子，我就来北京找你们啊。妈，对不起，到头来连养老的房子都卖了，害你要来北京给我们当北漂，我这儿子做的好事吧？所谓啊，房子没有了我们以后还可以再买，要是没有了你，没有了彤彤，要这个家有什么用啊？妈妈不求大富大贵，只要你和彤彤好就行。妈，谢谢你。等彤彤做了手术，我马上去找工作，一定好好挣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妈妈相信你一定行的。
以进去看看。过去啊！哎，老金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时间。你不听会后悔的。说。我爱上你了。打住，苏永娟，从今天开始，咱绝对不许再开这玩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真的爱上你了，我真的是。你听我说。听我说啊，昨天的事儿是我的责任，都是我不对，我怎么赔偿你都可以。我对不起，我现在再跟您道一声对不起了。不是你跟我道什么歉呢？小孙，你是不是家里有别的困难呢？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。我有什么困难呀？我什么困难都没有，我就是爱上你了，而且我已经暗恋你很长时间了。我就觉得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好男人，好丈夫。你这没道理呀、啊！你这个，爱还需要什么道理吗？是，以前你结着婚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你现在离婚了，离婚了我就有权利爱你，你也有权利爱我。你冷静点好不好？反正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怎么就成我的人了呢？这是我吗？怎么不是你呀？你怎么不认账啊？你看看那天咱俩就这么照的，就这么照的，这是你？你再仔细看看。小宝贝睡着了，下午3点的时候给他验个血啊。哦。哎，金大夫。你看这个奶粉啊，这个朋友给我送的，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这到底得兑多少啊。你说我看看，这不有客服电话吗？400-606-1951，你打这个电话。哦，问清楚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400。喂喂，姐，快去爸的公司妈去找爸算账了。什么？真的，再不来出大事了。不会吧？这没什么不会的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妈妈，妈，你别跑，慢着点。咱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别废话，别废话，把事情搞清楚。彻底完了。孙明君，我到底哪儿好照您这么待见呢？啊，你说你长得也挺漂亮。也挺丰满的，你找一什么样的不比我强啊？我各方面都这么好，我为什么看上你了？啊，说明我爱你啊！真的，我不骗你，你要是娶了我，我肯定比你老婆对你好，好100倍，真的好1000倍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我用不着，我谢谢你了，这要出人命的这个。妈，妈，我起来了，姐，妈，等，姐，赶紧牵着妈吧。妈妈啊，奶奶，你还说你爸没小三儿，那小三儿今天都找到我头上来了。这谁呀？孙文娟。哎呦妈，人孙文娟天天跟着我爸就不假，但人没有那层关系。你爸都承认了，他们暗度陈仓了好多年了。这个陈世美，这个离婚是他下的套，我被骗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。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我要跟他同归于尽。妈，你千万别走极端，你别想不开啊。你妈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他居然在我眼皮底下跟别人好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娜娜，你在这等着，他俩要是出来，你就给我揪住那小三，行不？走。喂，妈，妈，姐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给爸打电话，妈连银针都带过来了啊，打电话啊。妈，喂，爸，我妈已经疯了，她带着银针去找你了。什么？你妈那是真过来了？她非说你跟孙文娟有关系。跟人孙文娟没关系啊。你老婆知道咱俩的事儿了？你说她是个女人吗？她啊，一次解释的机会都不给，她上来她就扎人呢。她什么？她还拿针扎你？她关键是针
下得去手啊，他呀！哎呦，你说真是的，老金，你要是娶我的话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拿针扎你的，我疼还疼不过。别害我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害我了，你！我这半辈子的清白呀，我这是。行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那咱赶紧走吧，行吗？他一会儿来了，可怎么办呀？听见没有？走，快走！你走不走啊？你不走，我走了啊！快点，快点的！快点，老金，金赤阳，金赤阳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打死你！给我出来！老金，你别走！妈，给我出来！老金，金赤阳，这是我爸的，我这个，你那把我爸工作那放开！放开！妈，妈，我求求你了！喂，妈，妈，喂，看看你娘娘，都出去！金赤阳，给我出来！老金，你别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哎呀，老金，咱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花姐该来了，你快走吧。你拽我干什么？你松手。这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？是有事儿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妈。可是你知道你妈那脾气，一会儿她来了就得要你爸的命，真的，我求求你救救她。你别听她的。妈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骗我！出去。丁丁姐，你不用上班了，你被停职了。我打死他！丁丁姐，快走！妈，你要干什么？妈，不要打我！追！快回我吧！子牙，你打我！妈，妈，都跑了！妈，车来了，让开！让！怎么开的车？妈，我不让！妈，花花，妈，小心点！真的是你啊，花花！呀，我是李岩呢。李岩。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你了，这么巧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说你出国了吗？大伙说都找不着你，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出国很多年了，刚刚才回来，没想到我会在这儿碰到你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儿子。你好。我女儿。你好。都这么大了。对不起，丽娅，我有事儿，我就不能耽搁了，有空再说。哎，要不我送你们吧？不用不用。哎，留个电话，留个电话。对对对，我也给你留一个，那个，哎，就是我的名片。对不起啊，待会，走走，你这再见。哎，跟他没完，我跟你说，没完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等等我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想保护你。谁用你保护啊？你是我什么人呢？行，我真服了你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讹上我了啊？那行，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你才肯罢休？你说，你干什么你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给我钱啊？不是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情调啊？怎么这么没有品位啊？啊？全单位那么多人，我怎么不追别人？我怎么单追你啊？你心里不明白呀？手里就那么俩人，还把自己当成多大的官了？你还给钱？给吧。来，拿来1亿，这什么？给，来，给1亿啊！不要给钱吗？给呀，拿钱了，你贷款呀你？宋永娟，我请求你，我恳求你，我祈求你，看在咱们多年同事的份上，你现在跟我回去一趟，跟我老婆解释清楚了，好吧？咱们两个的事儿。算我酒后失德，怎么赔偿你都可以。我跟你发誓，我对你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好了啊，上车吧啊。哎呀，想当年，我一白富美嫁给他穷小二，我们全家都不同意啊，我就非跟他，我真是瞎了眼了我。妈，你就别哭了。我跟你说，爸要是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跟他断绝关系。还有你，我关我什么事儿呀？当年就是为了生你，给他们老金家传宗接代，我这让单位给开了。我一直跟你们说我是自己不干的，其实是让人家给我开了，不要我了。哎呦，你行了，
哎呀，这都过去多久的事儿了，你怎么还想啊？要不这样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让他回来，当着你的面跟你解释清楚。打。你这咋？你问他在哪儿？你这咋？有本事跟我来对质，跑算什么本事啊？您看您现在这么激动，我让他回来，那不又得出事儿啊？要不先送你回去？是啊，妈，先回家吧。不用了，你去上班吧。反正我跟你爸这事儿没完，你别操心了，行吧？咱们走。好，你看着点。放心吧，别出事了。放心。不行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呀？我怎么是害你呀？我就是想让你娶我，想给你当老婆，这怎么了？啊？不是，我就问你，我哪一点比不上他？我不比他年轻吗？我不比他漂亮吗？我不比他身材好吗？哎，你能不能换一种活法呀？怎么这么不 open 呢？行行行行，我不懂什么 open 不 open。我金志阳这一辈子除了我老婆，我还没对任何别的异性动过心呢。小孙，你跟我回去把事说清楚，我跟我老婆我们还得复婚呢。复婚啊？你们俩还想复婚啊？这都现场直播了还复婚呢？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删了。我不删。你删了。我不删。你别碰我。你看你这，你别碰我。我让你删了。哎呀，快点呀。你干什么？快快快！不是，好，别说，对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孙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态度不好，我不应该跟你耍横，我求求你，把那个照片删了，行不行？那你得对我温柔点。够。你怎么着？好。小孙，求求你。把那个照片删了，行不行？再说一遍。把那个照片删了，行不行？啊？那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删了。不过我还有备份儿。啊？哎呦，你说你到底想怎么着？我就是想让你娶我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我呀！妈，你先别哭，咱们得回到家里以后，你怎么样都行，行不行？师傅，去那个新康家园掉头。妈，你找我姑姑干嘛？别说话。新康家园。妈，你别冲动，你急什么呀？不是，妈，你把包给我，我来拎。慢着点，你慢着点呀，妈。哎，我哥呀，可是倒了霉了，窝囊啊！啊，那姑姑，那个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就进去说，进去说。妈。你说什么说？不是，我的花瓶，嫂子，你说不说？我哥他真没在我这，不信你看好了。妈，你没扎着脚吧？花瓶，那狐狸精说的都是真的了，金波，你爸是真的出轨了。完了，那照片也是真的了。妈，肯定不是。那个姑，我爸在北京就你一个亲戚，他不来你这能去哪儿呀？你好好想想，你肯定记错了。他在我那住不住？一个大活人，我能不记得吗？还有你砸我们家东西干什么？你们两口子之间凭什么把火放在我们家呀？啊！妈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串通好的，对吧？你以前跟我吵架的时候，你不就说吗？你说你要跟金志阳找一个比我年轻的、比我漂亮的，你是不是说过？你们串通好的，你帮他的是吧？这事儿你可真冤枉我了，行不行？这事儿我可真不知道啊！哎，但是我哥要是真跟别人好了，我还真挺高兴的啊！你看看你飞扬跋扈的，你能把人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哥一个大男人都包容你，包容到什么份上了？我跟你说。要不是怕我哥为难，我早就跟你吵了800回架了。怎么着？你敢再砸我们家爷东西，你试试？妈！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火上浇油呢？你真是！哎，我跟你说，
说了，妈。是我火上浇油啊！你看看你妈都把人羞成什么样子了。你胡胡说什么呢？我是那样人吗？那当然不是啊，天打死我吗？这不是？不是，妈，妈，你小心点，妈，妈，我，妈，妈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爸，我把事情问清楚。哎，妈，走，妈，喂，爸，在哪儿呢？你在那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是爱你的。你别跟着我，我不跟着你，跟着谁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我儿子来，不许胡说八道。我不管，只要你娶我，真的，只要你娶我，我肯定比他对你好一万倍。我等着你。我告诉你，孙永娟，你脑子有毛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好上医院看看。你这说的什么？你都是，咱们俩不可能有任何瓜葛。怎么可能没瓜葛呢？你手机里的照片，我告诉你，我都看了。我一直是闭着眼的，我睡着觉呢。你说我跟你怎么着了？你把我灌醉了，要不然我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不讲道理，啊、你假装睡着。哎呦，儿子，你妈呢？你妈怎么样了？您都别提了，我妈都快疯了。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爸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你现在怀里抱着一个，心里还想着一个，你还想着我妈呢。我谢谢你啊，儿子，爸跟你发誓，我跟他，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真的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咱俩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？上个月，我妈还打掉一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？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少讹我爸啊！我这点相信我爸，我爸这么大年龄的人，做得出那种事儿吗？对。孩子啊，你觉得阿姨是那种人吗？老天，没关系，你怕孩子难过，我可以等你。两情若长久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我可以等你的。呸！无耻，无中生有，他血口喷人，他疯了，他说的是疯话的。我没疯，儿子，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我能骗你吗？不，孩子，您现在太让我失望了啊！儿子，您现在给我解释清楚了啊！没有一个女人会往自个儿头上泼脏水的，你妈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信他，他疯了，他说的是疯话呀，是吧？我呀，是真的。哎呀，你别！我跟你说啊，不管你们感情真的假的，不管了，我回家找我妈去。我，你好自为之吧你，儿子，千万别。我是爱你爸爸的，真的，这个孙文娟，我掐死你的心都有了，我呀！你把我弄痛了，我就。走，跟我走，上我们家跟我老婆孩子解释清楚，不然咱俩没完。哎呦，我可以慢慢走吗？你轻一点，我轻我手指都干出来啊！哎呦，你弄痛人家了，人家抱不动了呀。妈，饭做好了，吃点饭吧。别难受了，吃点东西，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吃了，你先吃吧。这样下去，妈的身体也受不了啊！你说爸这人也真是的，平时教育我们的时候道貌岸然，这自己做起事情又另外一套。行了，你别提爸了，你还想让妈受刺激啊？爹，你快点！黄成强，是爸，我给你赔罪来了。爸，我把罪魁祸首给你带来了。爸，你先别，你还想啥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聪明？你听爸解释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爸，闺女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你已经把妈伤成这样，还不行吗？你赶紧走吧。走，今天我见不着你妈，我不能走。我求求你了，别气妈了，别想把妈气进来了。爸他自己开门进来的。我有，哎呦，妈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谁是你老婆呀？我也没出轨。周建，你跟我说过要实话实说的，你现在说实话，快说呀，说呀。花姐，你别难受，真的，我看见你这样难受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我
我说实话。你快说。说，我说，老金跟你离婚是一时冲动，他其实不想跟你离，他因为他说你脾气不好。对，我真没想跟你离婚，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吓唬吓唬你，让你改改这个脾气。我真没想跟你骗我。照片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那是我喝醉，他把我灌醉了拍的。其实我什么都没干。你给我发过誓啊！你告诉他们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花姐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俩真没那事儿，为什么他要跟我拍那些照片呢？就是疯了吗？啊！爸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！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？你还拍照你？别心虚。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你把话说完，你说。他是事先跟我说好了，说你们俩离婚的时候，他一分钱财产都没得到。他说他必须得得到财产，因为将来我们还要结婚，我们还要生孩子，我们还要过日子，怎么能没有钱呢？你胡说八道，满嘴喷粪！别吵了，妈，你们俩滚出去！苏文娟，我现在都。我掐死你的心都有啊！我真是啊！妈，花生想娶我妈，我这妈，我这不是儿子，你妈别说了，你赶紧说了，把妈气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让我发现你故意破坏我们家庭，我饶不了你，滚！饶不了就是你，别听话，再呀，听我说。妈，没事儿。妈，你先让气儿。妈，太猖狂了，太猖狂了！你说我这招谁惹谁啊？你每次给咱们老金家当牛做马，连粮都这个下场。妈。